等下子啊，我是讲哦，我出外口行行来。等下。啊。你袂用家出门诶。无啦，我刚伫咱厝只附近行行，无代志啦。无代志，你若平日出门拢家你遐代志啦，啥物都无代志。哦，你要出去哦，我无迄啰闲工夫，一日到暗点，咧尻川后甲你缀条条啦。嗯，我你讲哦，毋是干那安尼尔哦。那恁伫个斗阵遐有诶无诶迄种吼，从今以后若来，咪绝对要甲好好出去。啊，你也都爱讲我啦，那亲像迄款人，我甲切切掉啦。行啦，阿姐，阿姐，恁不要今日搭水果哟。啥物搭水果？你去个人入去房间去参会。阿姐，不要紧哦。好好好。你嘛，让你讲你摇摇摆摆啦。安怎啦？安怎啦？行啦。来庙口吐两半，后伊个心情，甲你咧庙口吐两半。今仔日无爱出门，啊，若要吐，踮咧阮家。我等出去啦，好哦，有通吐就好啦。阮啊，今日棋盘甲传出来，真正遐乌干那底头油无底看，啊，再来也毋捌伫咧找惊棋，啊，今仔想到啊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去传来啦，谁来啦？阿弟，哎，行棋唔行棋，你定定歪头咧看啥啦？未无少个注意，唔都叫选出去啦？袂啦，我安尼咧甲你斗看咧，选袂出去啦。是你安怎啦？我已经穿好安尼，啊，行到唔知影通食到。芬啊，行起啦，行咧哦，就袂枵啊啦。芬啊，无安尼啦，去酒馆一罐来充电咧。世间哦，干那出恁两个啦，啊，食饭唔食饭咧，啉烧酒。棋也要啉烧酒，啊，啉啉的再来来赌。啊，你行你都晕死的，到底要行啥啦？啊，我救落转来，我救落转来，我救落转来，嗯。来啊！啊，你若要啉嘛，要行哦，你的舒适。舒适都日本阿崩的舒适。我今仔是来恁家呢，啊恁那侪人，我唔敢甲你赢，我甲你赢面子，我恁累死啊！你白话。因为这些人哦，头一摆行去行遐忝。先再去呼啦高兴嘛，吼，规身骨酥，那么酥个，啊，就透早，互你啉到今嘛，还是外摆，但是哦，今后天拢是无啥输赢啦，好啊，然后休困啊啦，啊，回来，紧来食面啦，啊，坐下，我唔相信讲哦，恁拢袂枵，来，袂枵诶，等下只要庙口杀咧，哎。等下，阿鹏
你安怎？都安怎？你莫规矩讲讲的。都甲阿婆阿公的同款啊，讲迄头路责任伤重，阿婆伊无再调走了。阿娘，阿婆嘞？伫个房间内啦。恁阿爸吼，今日出去遮代志，拢无出去。我这个泡面要留食。阿娘，我泡另外倒好啊。孙啊，我当是要安怎啦？安尼嘛唔是办法啦。要安怎？怕啊怕，骂啊骂啦。好日个苦劝个苦劝去，还佫要安怎？孙啊，卖烦恼啊。你有阿婆啊，这囡仔吼就好个啊。人讲生着浪子，无爱生着戆子啦。哎，浪子个回头啦，像阮阿吉啦。变石头啊！卖安尼啦，啊！医生讲会好啦。你今日一日出去就几工了，是不是阿爸叫你去找陆伯伯？嗯。阿姨有跟你讲啥？陆伯伯有啥物拢甲我讲？伊是安怎变安尼出？因为陆伯伯信任我。伊唔敢看我为着你去做老母的艰苦，所以甲这重要代志甲我讲。阿婆，阿弟，我本来是甲人怨叹讲，你袂了解我。我甲今仔才知影，你不但袂了解我，你还阁袂信任我。肯，唔是我袂信任，也唔是讲我袂了解。我是惊讲，我若是甲你讲了，你一定挡袂牢，会阻止我去做这件代志。啥物这么危险的代志，都爱你去做？因为我想要对这个社会做淡薄仔代志啊。社会是大家的，不是干阿你一个。这件代志，若是阿爸甲阿娘知影，你受伊的话伤心。阿婆，万一你若是安怎，我是要安怎活落去？你听我讲，你也记路过这人未？路过，好这人害到这么衰在吃毒，还过迄个江海清，以后当你敢惹情来，咱当威胁咱厝人的安全。卖讲为着朋友，我为着厝内，我嘛就应该出面来处理这件代志。因这件人，咱若无安尼一个啊一个，家己也起来受法律的制裁，社会面来安定。你敢无希望讲，咱巴肚底迄个囡仔生出来了，会当过着一个安定快乐的日子？阿婆，你讲的道理我拢捌，拢捌。啊，不过我是人，我不是神，我无法度看我阿婿，逐天都有性命危险，我无法度，我不忍心，我无法度。我也知影，这代志我已经决定，我无去做是袂用。你都爱帮助我，安甘这个代志，唔通我阿爸甲阿娘伊知影，我安心会当去做这件代志。辛苦了。
爸，阿爸，你入去房间睏啦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踮遮顾。阿爸，我顾就好啦，啊，无你安尼睏吼，你扛袂起啦，好不好？是啦，阿巧阿健顾就好，你紧去睏啦。阿娘，你也入去睏啦。行好势，阿爸。你巴肚会枵未？我来煮物件给你吃。走，你走，紧的啊！啊，若无，阿爸跟阿娘起来，你要走就走袂离。起来，我咧困。
啉几工啦，爬不起来。阿婆咧，我也知，我也不甲注意。阿婆咧，哪里？阿婆和爸爸对照起来。哦，这个死人还好大，给你绑架呢？啊，你哪会遐戆呐？安尼点点要放，啊，你来袂晓要喊声啦？哎呦，真啦真啦，这个是真苦，真苦啦！啊，连脚给你绑绑起来啦！哦，啊，给你当作僵尸哦，都不得困地个，看看，哎呦，啊！你拢不知影，白茫茫的寒梦已经渐渐变红，阮的思念，阮的心声。哎，小雅，龙大哥，哎呀，我逐天我想要见你，你拢无来，啊，你今日还跟你走来？无啦，我是来找你阿公啦。哎呀，袂啦，大家来当要找你阿公尔。啊，你阿公有伫个无？伊无伫个啦，你要来底坐啦。免啦，啊，伊是去倒？去买菜啊。好，无紧啦，啊，我连工才过来啦。哎，龙大哥。你哪一定要着急啦？啊，无你学无用啥。我要去上班啊。啊，你伫底上班？一间无用公司啦，是你阿公介绍的。啊，无你甲我讲地址，我若有闲，第一找你佚佗。袂用的啦，我若是甲你讲，你若不时去找我，我就无精神来上班啊呢。哎呀，龙大哥，啊无我早有买一挂果子，我切一挂互你食，食食你要走就走啦。哎呦，你是过来要创啥啦？什么时阵唔来，偏偏咱即摆来？走来遮啦，小雅生气啊！我把你赶走，伊无爱看到我，你紧去找伊啦。行啦！哎呀，你是要创啥啦？行啦！行行。送给阿家婆，应该啦，起来啦。听哟，啊有老火无啦？行啦，来阮家啦，我甲你膏药啊。你别对啦。行啦。哎，啊你搁菜刀遐创啥？紧去啦！爱你管哦！去啦！你实在有影有到十头呢？那查某囡仔心肝内咧想啥，你都唔知啊！啊，想要搞查某囡仔，去啦！我就歹势，
你交代给我代志哦，我唔知做好。阿爸，可唔可以压力先？阮阿爸哦，即摆年龄哦，我已经聊了过做了，规个人安尼气甲平平，我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想要贴贴，我要接受这个工作。阮阿爸发压力哦，这是第一个原因啦。 第一，原因我是讲，我是一个小人物的，啊，恁交代给我这么重的任务，我唔知当会起袂？阿婆，本来我是把你当作一个人才，你哦有决心有毅力，讲会到你就做会到。你讲要脱离恶道，你就真正脱离恶道；要出家苦行，你就真正出家苦行。是安怎这个工课你还看作遐尼困难？ 阿婆啊，你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你家己的头路，去改嘛？我还阁较麻烦呢，找别人来继续完成这个工作。唉，反正你敢若是一个吼，为着家己的私利啦，为着拼角头啦，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啦。要若讲叫你替社会做淡薄仔代志，你就安尼提提时时，哼！ 枉费啊！枉费我把你当作真真正正的查甫囝。